为着讲买这个咱这个这种车辆的这个。是讲替换啦，经费不足啦，啊，伊想讲吼，迄个庙宇啊，如果杨伟王诶，啊会使吼来甲伊，算讲来甲赞助即个咱，即个咱官府诶维持治安，甲即个做做顺利即个交通。啊，阮庙有听到即个消息，啊，阮家己吼，就是讲每个委员会，大家拢义不容辞，因为讲为土地公做即个好代志，啊，所以讲吼，阮马上就爱去，跟讲去即个甲环境局。甲派出所、甲分局来联系，啊，因认为讲这真有意义，所以今仔日吼，伫利用土地公生，咱这个县警察局长，伊嘛认为讲啊，利用这个应该伫这个土地公生前来甲土地公作寿，所以到今仔日这个见证，咱这个有做阵亡车的仪式啊。